那个悲伤跟快乐的一面都看听不出啊，听不出来啊。对哦，那以后我也要选择来站着也可以啊。其实都已经习惯了啦。对了，对了，习惯了。其实发生的地方都有很多种，看你适合哪一种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。因为这个个人的习惯，没错，没错。那个悲伤的感觉就要很呈现。对，这样。对对对。那像你们这样才唱三首歌，会过瘾吗？还好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因为我主要就是在那个推广陈洋洋老师，谢谢庸人，对，因为他的那个新专辑要赶快推广啊，谢谢庸人，对，对啊，我们洋老师，洋洋老师还有什么就是说要跟大家来谈的啦？其实啊，就是说我们那种天伦梦哦，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孝顺要及时。对对对，真的要孝顺要及时，爱要及时。如果说你失去了，然后再去想说，哎呀，要怎么去对他好，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是是是，对对，所以说对，没错。那像我们朋友之间呢，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要把握当下，珍惜，对，把握当下，对，真的真的，因为哪时候不知道哪个人就会忽然间就不见我们。是啊。